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所谓的顶呱状或三形状。好，那只是说三形状它比顶呱状多了一些凹凸，好，但是你总要先知道一下它是什么。顶呱状其实就是一般你在大楼外墙看到这种，就是扁扁的瓷砖，好，它是比较长条形的，然后去贴上去。那贴法有很多种。一般像这一种就叫高钉、胶钉啊，好，就是二分之一胶钉的贴法，好，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胶钉的贴法，就是它有很多种贴法。那像这个就是直接贴的，就是没有胶钉，好，没有胶错的贴，好，那这种砖，一般的这种钉挂砖，当然它就是平的，好，但是为了让建筑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，所以同样是这个尺寸的砖会有另外一种。就叫做三形砖。它也是这样，但是它有个凸。中间凸起来，旁边两个凹陷圈。所以最后贴在外墙看起来是像这样子。就像不是这个。这样贴完是像长这样子，好啊，这个其实也是钉挂的一种，只是它中间凸起来。好，那当然，其实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跟各位讲，我怎么样去做一张，怎么样去做一张类似这样钉挂砖的贴图，对吧？很漂亮的钉挂砖贴图，好，可以重复使用的钉挂砖啊。好，那我这里有简单的步骤，你不一定要照这个，你一样就是了解一下它大概的思绪的流程。那我们照着做一下。首先它请你开启一个1800×1100，这像这个大小根本就乱开的，反正就是大一点的纸的意思吧，纯白。所以我就开一张纸，然后请你做一个矩形，是600×135。这比较特别，这为什么？其实因为是钉挂砖的尺寸是，钉挂砖的尺寸是多少？除以三，245，对，就是长宽比啦，只是这个是被放大了，你就把它除以三了，好，那所以我去画一个矩形，好，画一个矩形，然后它是600×135，这样子可以吧？其实就是一个扁扁的，这个尺寸你们都可以查得到，你上网就查得到了，好，你就直接打三形砖尺寸就找得到了，那无填满，然后黑框。然后他跟你讲黑框给10 pixel， 这样子，所以我得到一个这样的框，然后稍微把它排序一下，它是二分之一胶钉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。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智慧型的吸附，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就吸起来，可以直接找得到一半一半这样，但是这个就是错误的，因为这里是两倍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排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可以像我一样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就把它放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左右也要了，好，这样才对啊，看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吸在这里，对，好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正确排法是这样，但是我只要一半，所以你看，其实我只要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三个形状都把它剪掉，看到吗？先你要，但是你剪掉之前，形状是不可以剪的，你要先把它转成像素啊，先把它转成一般的图层，所以我把它转成
合并图层，你可以直接合并。这个会变成一个新的形状，这不好。没关系，我先把它一个一个转成像素啊。先把它转成像，就是一般图层，然后我再把它给 merge，好，合并。总之，我变成一个图层是这样嘛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做了哈。那我把左边，像我如果想要很准，我的做法通常都是先框一个，再用移动，这样子就很准，对不对？好，删掉，上面也删掉。这样，好，那右边也删掉。这样，OK，得到一个这个图层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form，你可以改一下名字。不改也没关系，好，那总之这就是得到一个 form，这个 form 我就可以放在这里，啊，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重复了，复制一个出来，看到没有？重复嘛，因为各一半嘛，所以为什么刚刚那么辛苦做这件事情？因为现在就很方便嘛，因为我现在有智慧型参考线嘛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很快的把这些都做出来。好，这些东西我全部给它一个图层了，全部给它一个 group。好，这样子，我是不是把那个砖的部分都做好了？好，那砖的部分做好，当然其实再来是不是就填颜色了？好，那填颜色的部分那个。看你想做什么颜色的砖，看你想做什么颜色的砖，就是自己决定。那如果说你有参考图，更好，干嘛？copy 下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哎，不是贴上去啊，不要贴上去。我们先讲不要贴的哈。吸颜色，其实我要说的是吸颜色，我可以吸颜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。然后倒颜色，对吧？那倒的颜色，其实你看它上面是有些纹路，这个纹路是不是似曾相识？我们刚刚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做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，然后可能让它强烈一点点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重点来了，哦，来，三形砖，它会这样，这是凸凹凹，对不对？中间凸两边凹。为什么我会看起来是中间凸两边凹？其实你要认真去分析它。我们看东西会有凹凸，因为我很习惯知道阴影的部分。这里是不是一个渐层过去的影子？这里是一个渐层过来的影子。所以你如果自己做这两个渐层，是不是你就可以创造凹凸的感觉？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只是两个渐层在那嘛。那因此我们回到这里来。我现在只是没那两个渐层而已，啊，那我这里面其实有跟你讲啊，当我们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去开一个20个高度的矩形啊，那 所以我就去开一个20，滑鼠右边那边有个提示啦，哈，你就差不多是20这样，20有时候还真的很难。啊，在选举区好像不行，你用这个用画矩形就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对，都行，总之大概啦，这不用很准啦，啊。我做好这个选举区之后，我会开一个新的图层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把影子做在新图层上。那个影子，我刚刚讲说，其实它是只是一个渐层而已，所以。黑到白，好，白不用了，
反正我等下到建成，建成的部分就跟他讲黑到五嘛，那我就很小心了，shift 可以拖直的，对不对？黑到五嘛，对不对哈？多一点这样，黑到五这样子好了啊。好，这个建成是不是做好了？但是建成位置不对啦，因为其实它没这么窄，好啊，但是我就是要做一个这样子的。没关系，待会，所以我先再复制一个出来，这个我把它翻转180度，翻转180度，所以说是下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下面的这个，其实我也可以转得很准的，对到这里来。好，那你如果上下要一样，你就自己看吧。啊，例如说我按那个 Shift 移动，是不是一次移动10个？上面的我也可以按 Shift 移动。也是移动10个，这样子啊，两条在这里，好，那这两条其实可以不用给到那么深嘛，我今天给个35%好了，哎，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了？对吧？就是好像中间凸出来这里凹进去了，好，那再继续，所以我说哈，你们做东西都一定要找参考图。你如果真的是这种砖贴上去，是不是大部分都有一点深浅啊？一点点。那我觉得这不是烧砖技术不好，是刻意的，故意会让它有一点点跳色，比较不会那么死板，但是都是同色系的。你如果不要也有，不要也可以，好，只是。大部分都会让它有一点跳色，好，那跳色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？好，那哎，对，我这个缝我忘记每一个都要复制了。我先把它复制下来。不用再下来，就这样了。你如果要很准的，你可以去算 pixel 了哦。那我现在反正示范，我先大概就好。我的大概不用怕不重复，因为左右到时候还是可以接上去的。好，所以来，我把这个一样再给它一个涂层。然后再来，我选这个底图，好，我选择这个底图，然后我们要做跳色，你就按矩形框嘛，然后按住 Shift，随便乱选一点点，随便乱选一下，没关系，随便乱来。啊，调音色工具我们讲了一大堆了，来，好，请在。自己再去选一选，你就一些给它加深，一些给它加亮。稍微改一下，是稍微一点点跳色，好，其实差不多做完了，差不多完哈，再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要检查一下，
我必须剪到很准哦。就给它接到这里啊，然后这个是要接在这里，这样子，对吧？这样子，存档一下。那我一样可以去打开刚刚这张，然后我可以利用错位去检查看看。左右是没接得很好，上下呢是也是接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定不可能接不上的哈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一张应该就是很漂亮了哈。那还没结束，我是不是还需要 bump？对不对？那 bump 的部分，这个不需要，剩下这些都是 bump。哎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也是哦，这也是哦。啊，这也是凹凸感嘛，啊，所以把剩下这一些全部复制一个，把它转成一个图层，这个这样子，我已经是纯黑了，好，所以不用转了，其实直接纯就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缝不一定会做黑色的，好，因为我这里是刚好做黑色的，哎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有时候缝的是咖啡色的或米色的，好，不一定，好，那因为我这里已经黑了，所以我不用改，好，如果你是其他色，就是这样全部选起来之后，然后我先倒给其他颜色给你看看，就是再把颜色倒进去这样子，哎呀，好，那黑色就不用再倒，所以我把这张再存一张。那这个原始档记得也把它存起来，以后要改随时可以改。存档。好，那如果想知道将来的结果，其实我一样，我直接秀给你们看。我的颜色换成三星砖，重复，其实还蛮漂亮的哈。我的 bump 换成星座的 bump，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是我可能太远了，这样会更好。是有 bump 的，我没开呀、啊，难怪，来，会稍微黑一点点，稍微黑一点点，啊，这比较没有那么黑，好，因为我调了太夸张的数值了，50就好，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很容易做，而且这是完全重复的，哎呀，非常漂亮的。那当然，我就一并把它讲完。当然，你如果要载回来，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放进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放进去的技巧，我就快速的一下做一下就好了。所以我颜色就没有嘛，所以把它放在颜色底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它放好嘛，大小调一下。那、啊、你如果是先有这一个，先有这个，你是不是到那时候做缝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它的尺寸去做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刚刚我是先预估的一个尺寸来，这样子放嘛，放完之后复制完，然后再去存档就是了。好，那个我就不再做，其实做法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来给我试一下。